仁川机场自2004年起推出免费转机旅游服务，对两韩关系有兴趣的旅客可以选择到乌头山展望台与林金阁公园，而去年开放参观的青瓦台也成为旅游行程之一。迎接疫后观光复苏，仁川机场表示将持续调整旅游方案，带动当地观光热潮。中央社记者廖宇阳，仁川报道。